新闻媒体各位小姐、先生，你是本会同仁。今天是5月30日，星期一，也是本次定期大会第22次会议。上午的议程为市政总咨询。向本会同仁报告。今天呢，因为赖市长、还有民政局长、卫生局长、环保局长、社会局长，上午11点因为公务行程的需提前呢，要离开。所以今天议员执行的顺序为刘正昌议员、郭清华议员，还有梁顺花议员，每个人呢执行的时间为50分钟。首先我们请那个刘正昌议员呢也开始执行。刘议员开始，谢谢。谢谢，感谢主席。咱秘书长、咱议会秘书长以及咱议会全体同仁，以及咱今日市长所率领的全体议事主管。以及咱的媒体记者，大家好早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今仔日呢，这个第一件呢，就由本席而且来表示，这个对着咱这个市政府的意见来表示一下吼。首先呢，我先来表示阮地方的这个建设案，因为我是公务委员会，所以我就向着这个公务的工会部门先来提起这个意见。即马目前呢，伫咱的即个地形上有真侪道路啊，破真严重。那么呢，真久，会使两三年来呢，拢啊无修理。那么即次呢，透过路平专案啊，市政府争取之下呢，有一条有算是1,667万，要来处理地方的遮个路平道路的案件哦，尤其这个伫桂林区的民生南街二段哦，可能是上严重的哦。民生南街二段，按对这个范围就是民生南街北起三叶公溪、南至六甲路以及咱的第二段的凯旋路三段哦，即按对这个桂林区的中正南路一段，来到西平的六甲。诶，三街，即阵啊，拢歹甲关关格格，车过去来，起起落落，以及六甲三街到民安路二段，到七人的交口，即路程呢，啊，拢非常严重，目前呢，咱有一路平专案，要来做些工课，也感谢市政府、市长以及咱公务局向着顶过来争取，来甲即个工课来。会当来即处呢，会当来伫六月底开始动工来顺利，会当来完成吼。而且我想讲这段工课呢，是不是咱干部局长你敢有要甲咱大家说明一下？路平专案这是由来以及咱所有的段落，你敢要说明一下？包括这个老议员吼，老议员对这个道路建设吼，一向拢非常的这个积极方面关注。虽然市区的财源有限吼。不过吼，我嘛是利用这有限的资源呢，对路面较歹的部分呢做这个路平方案吼。过去咱中正路，咱也捌这个做路平方案。现在今年呢，就是伫这个1805年度，咱那边1,600万吼，大概现在也已经开工啊。感谢这个老议员。谢谢，感谢。那么呢，这路平专案1,600几万，而且除了感谢咱。局长，你请坐。感谢局长以外，感谢咱市政府、市长全部吼，甲咱诶对着这件案件诶争取，树立地方呢，尤其桂林、关庙哦，即个大重要道路会当来较平坦。但是呢，因为有真侪农业、产业道路，以及一寡小道路、产业道路真侪吼，甲农路吼，目前呢也拢会拍真严重。但是呢，咱诶市政府即摆目前就因为负债700几亿，以早落来是900几亿，在咱市长。虽然骨力拍拼认真来争取个经费，但是还佫负债700几亿，所以呢经费可能较不足。希望咱个各单位来配合像即个工课，你看咱个农业局，你看啊，即个农路个部门，你看敢有啥办法当来多加配合？我想请农业局长你甲咱大家会当即个机会说明一下。多谢刘议员吼。有关重视咱这农路的这个修缮啦，吼，咱即摆现主持吼，一年吼大概编列1亿6,000几万这个经费，
这经费哈，咱主要拢是针对这个损坏较严重的，吼，也是讲有迫切，吼，爱来马上来改善的这部分，按照这个先后先后轻重缓急，吼，来改修缮啦。这部分吼，阮会看地方的这个需要提出来，透过公所才提出来，阮会实地派人去勘查，吼，假使讲确实有影损害真严重，阮就用来改做修缮。好，谢谢。以上请坐吼，爱为咱这个农业局，包括干部局，有真济的经费不足的，我是讲来建设吼，咱市政府这方面吼。然后有这个较大条经费也不足哦，来报为中央起来，因为咱台南市有五个立委，哦，各区该有负责人，包括我本区有一个王定武吼，爱搞连线。如果若有这项个工课呢，我会建请王定武吼，爱即个目前做立委吼，会当来多加配合。以上即个农业先甲你报告者，但是佮第二就讲有这个地政方面吼，因为有真侪民众来反映啦吼，因为即摆咱的即个南关线，也是咱台南市到遮非常发展。除了成立合并台南市以外呢，在市长的推动之下，尤其阮伫桂园、仁德、关庙遮土地交易非常多。那么每一件案件，大师咧讲，有时啊报两个月、三个月，靠我大人来做。那么呢，在主家或者是讲会赶紧的情形下，等一久等拢未到，是讲你看，那咱的地政局要如何来改善，会当可以吼？会当把这个时间拖短，以前拢是二十几天至一个月啦，但是合并了后变五十几天至两个月，大家反应哦，拢想有较慢淡薄啦。哦，以上哦，请你个说明一下。感谢老议员吼，老议员你讲的可能是就是讲测量监界这个代志啦吼。当然测量监界甲测量人员这个不足小可有关系啦。但是最近吼。最近我嘛有请地政事务所吼，就这方面来改善吼。所以我的了解就是讲吼，大概这几个月来吼，这个监界的这个一关天数已经对吼，大概一个多月已经缩短到三十天以内的啦。吼，最近已经有安尼来改善啦。以上感谢，希望会当尽量吼，卖拖过一个月啦。因为较早我做管理员的时阵。这个案差不多拢一个二十几天，吼、哦，啊有赶紧的吼，有时啊十几天，啊那无是拢一个月来，即马两个月算吼，延长一倍时间以上啦吼，所以即个大师或者是土地地主，咱来甲电商好玩个办只固然呢，吼、哦，以上请坐吼、哦，好，好，感谢你，就尽量甲这代志吼，案件侪吼，看要来分配，即马电脑化，啊是讲有需要调八关系的案件，较少来稍配合一下吼，安尼感谢。第二，即卖来咱即个道路的开辟啦吼，咱即个仁德区中正路二段是一边拢两车道，也是四车道。但是呢，来到即个中正路二段吼，伫即个656巷往北这边到630巷这节，差不多大约有差不多顶百几公尺，是缩小村。两车道，哦，这较早要征收的时候，有啥物纠纷，还是讲无啊征收要甲开辟，伊袂让开。啊，但即卖车辆非常多，地方非常发展，所以来到遐按四车道一边拢两车道来变形，一车道会产生一大危险。上下班车辆足多，两台车要建造一台，建造一条线路，两线线路建造一条线路，我都要建起来。啊，第二条慢车道叫快车道。所以地方的这条道路呢，看到危险丛生哦，而且建车呢，咱干部局会当赶紧来计划这条道路这节的征收。以上，我想请咱干部局利用这个机会吼，我让你啊说明一下，看这你看，要来处理，才会当较紧来征收完满。我个这老议员吼，这个案件阮有哪有滴了解到吼，大概是伊。在这个计划道路的跨度是二十米，经费大概是1-2千万啦，吼，所以这个案，阮伫这个1806年度，阮会认真吼来做这个考虑吼，评估伊这个效益吼，看财源的情形来处理吼。好，谢谢。
但是这是算省道啦，这条中正道路是非常重要。省道后边遐个公司人都非常侪啦，每早时啊遐就客家拢会塞车啦。我想讲这条道路，你敢是会当补车咱中央甲咱补助？因为伊这条道路吼，现在伊还阁唔是列入这个生活科的这个计划啦吼。啊，中央现在对咱地方吼道路的补助，一旦补助用地都啊干那这个这项尔吼，其他几乎拢无。啊，所以吼要争取中央的补助，当然可能要有困难，但是我嘛来试看下吼，用看伊要有啥物相关的经费，当干那补助呗。我是认为讲应该会啦，这条是省道啦，因为真济。纵贯线的车辆对这条针对应敌，乃至对应空落来啦，包括交流道啦，要去这个工业区拢对遐是经过啊，所以呢，这条应该是咱建车中来补助啦吼。啊，以上哦，局长你请坐吼。啊，佮再来，咱有一条吼，啊，做应敌区文贤路一段，伊这个到二段，啊，佮过创联着台南市应敌区十三角，哦，到保安。即个即个要道哦，即条要道呢，就足够来讲要开辟，要来开通，要来扩宽哦。啊，一直到咱的东靖路就对啦吼、哦。啊，那么这条道路可能经费较济，啊，因为即卖就是咱的火山的都会公园呀，真发展车辆渐渐济落来，而且两线道差不多差不多米至十二米挂喺树啊卡。三星即卖若有车要回车，伊乌多麦时可能真拥塞，啊，上下班时间以及假日。咱的机密博物馆遐有真侪车辆伫遐经过的话吼，啊有拢会即马拆掉咧。我想讲这个所在呢，日后的带动电影的欢迎真重要，是毋是？建请咱的干部局长，你赶紧来规划。啊，请问局长，你看这件案件，你感觉说明完，大家听一下吼。这条道路伊是一条区道，所以就讲，阮那区域性来讲，伊也真重要。啊，同时伊也是这个都市计划道路吼。啊，计划是这个十五米，古道本来十二米，但是因为伊有伫多一个内底呢，计划是这个十五米，况且伊有相当的重要性，因为伊对保安车站呢，要来到咱基米啊，爱经过这条路，所以曾经我嘛有想着讲吼，会当做挂脚踏车道，还是自行车道，可以对保安车站来，会当骑倒摆，还是这下摆骑自行车吼，还是这个行路吼，会当行到基米这个博物馆遮。因为伊的这个经费相当大，是，因为大概差不多算起来嘛，包括工程费吼，才爱四亿，吼，啊，所以这个吼，这个我嘛是尽量想办法来看，会当争取这个中央来补助。这爱请中央补助，啊，若有需要中央补助，咱来建请咱台南市有何立委吼，看应该咱本区的王定武优先，若无多争取够，伊一人扶手遮济袂够，咱来建请，哦，咱有咱共这个附近的，哦，后一届市议员。市长候选人哦，本来要出来选哦，咱来建设来跟做一个争取。啊，你有若把这个案件哦先计划一下，啊，来个报起来，吼，咱中央给咱补助，因为这是算后摆都会公园的周边重要道路啦吼。以上请坐吼。啊，咱还有一项就是咱的这个伊德区保安路二段吼，这个有一个到经过铁道，咱的铁道吼，这条咱的台铁铁道下卡。它有两个棚坑，一个差不多两米八，啊，一个差不多四米二。啊，即卖伊就正手边，咱若伊，阮即伊咱即边，伊咱即落只安对单边往西来讲，哦，正手边是四米二的，会当较悬，大台车会当过，官车会当过。但是倒隔壁倒手边迄边两米八。那么两米八，伊本来要来，伊会塞塞两米八迄边宽度，但是你若有布棚啊较悬的，伊就塞袂过，伊就塞倒转来这条四米二的。第四有时啊吼，上班时间或者半台要过来，多等足久，等到尾啊塞车，吼上班时间如果等要十外分，等袂当过。我只建车讲吼，是不是伊着咱代替的来回商讲吼，商平拢来改四米二，或者是讲要安怎处理来拓宽，兼改加宽，哦。咱是毋是请干部局长？你看这件，我甲你报过，看你看要怎处理较好势。这件这个防空吼，我会记伊叫做潭水隧道的款吼。啊，像老议员所讲的吼，伊的宽度两边是无同款的，要去到要倒转来，迄个真矮。看起来，
有哪会淹水吼？大家在讲这个如何的时阵哦，大家都袂通啊。所以过去有哪曾经捌这个努力过吼？大家迄阵的计划是希望做到15米甲20米吼，但是因为经费甲用地迄阵一直袂当解决。哇，这个案因为有哪牵涉这个铁路局，就讲吼，确实这个隧道啦，确实人伊有危险性吼，其实会影响这个铁路的这个通行。所以，我来接受这个铁路局吼，看有法当共同吼来负担吼这个经费吼，来改善。啊，伊个经费大概是有哪袂少啦吼，大概有哪差不多15,000,000左右。请坐，我讲这条经费吼，咱甲请立法委员向咱代替的吼。来争取向咱的看，咱的迄落即个交通部来争取，咱的市政府财源有限，尽量予中央来甲咱补助，因为中央即摆了阁有较有经费，咱的地方呢，咱的市政府欠700几，我也袂使讲吼，一直逐项拢叫咱做，所以你在即个计划做起来，如果咱市政府有困难，经费要够的，看是中央会咱补助偌济，咱来建请地方的立委。哦，我头类似在讲，咱顶个是王定武，我含伊连线，我叫伊尽量来配合这工课。哦，以上这件先安尼，即摆来，我来复一下咱顶次会我所讲的案件吼、哦。第一条就是讲咱的德塘路要来向东延伸，穿过伊目前是到二林路，穿过二林路，来通向这个桂林区的凯旋路。哦，迄、那个也做高铁开啊，这件咱有报去顶管了嘛吼？是，有应该有报去顶管。哦，第二，这件有哪个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讲顶次会，咱这个地方在咱市长努力之下，咱的中央已经拨8亿，要来扩宽这条德塘路，做特27号道。这条路呢，因为有经过一个彭坑涵洞，就是目前还没开前啊，这德阳路39巷。那么这项呢，这条39巷这个彭坑哦，原底基本是差不多2米白宽度尔，有凹深嘞，所以差不多顶3.5米，车会当暂时当过，有两坑。那么这处呢，在差不多伫4年前，咱的前的市员就是王定武的先。伊甘着法律员陈龙山，迄阵我伫地方多，我无做议员，做市长必须的事。有来讲起，要来做下骹的，本来是伊甲设计高架桥要过，即摆用做下骹。那么即摆地方有反应，一定爱扩宽了后，想做下骹。即、這个高铁高，即个也做咱的，即个高铁嘛，即个叫做咱的高速公路顶悬，是毋是要下坡？来甲伊提悬。下骹吞落平，迄、那个深的1米，爱家伤落平，摕管绳即嘛爱4米2，4米8。你对即件工课，我即卖有，未甲你讲过，但是较早伫3年前啊4年前，我有案件吼，即较早王庭武捌提起过，嘛有通过我要做下底。你看，即时阵吼，即个机会你甲大家说明一下，敢好？这条路吼叫做27号道路吼，伊大概对即个二林路吼，大概伫中山路底二林路开始。一直在做来，现在来大概做来到这个差不多中正路过来的这个德阳路遮，目前咱咧努力就是讲德阳路吼、跨过这个高速公路吼、去到文化路啦吼、但系这个经费已经吼、现在吼、这个营建署已经甲咱核定吼、至于头啊老议员所关心的吼、就讲经过高速公路吼、到底是要高架还是崩坑吼、因为迄所在也是迄个淹水的这个过路吼、所以。用水虽然有用水的顾虑啦，但是吼、有保，大概伫这个技术上有哪当克服，所以最后目前的结果吼、大概就是有哪要用防空轨吼，大概就讲扩大这个。对，即咱市政府咱市中较早有说明过，讲要做下底下道，但是即摆就是讲这宽度以及跨度，你还袂讲宽度要做偌济嘛？4米8啊。目前过去是4米3啦吼，现在标准是4米6。吼，即摆要设计4米6就对啦。4米6。以上即件请坐下吼，即件暂时安尼吼。即件嘛是共款，即件伊即件吼，如果若顺利吼，最快征收会差不多偌久？明年的当时当征收啊？若顺利的话，目前阮伫作业中吼。
啊，因为迄个所在也也有迄个遗址的问题吼，啊，所以阮爱个即个行政手续，有哪一个办报，无因为着阮即个征收的这作业，吼，现在开始咧办这作业，即个先期作业吼。好，请坐。啊，即卖就是讲征收一般拢照市价啦吼。啊，若市价的话，因为我问讲吼，我这地方因为种迄条路拢是我的宗亲，我厝边我家己嘛有啦吼。那么目前依照市价的话，一平即卖是几万征收？这目前还未去评估啦，哦，伊管还未评估呢，还是地震局敢知影？迄个德塘路迄条铁桥路边24米的扩宽的道路，甲议员报告吼，这可能爱估价师实际上去参考他，啊，即摆算拢价格，嘿，即摆算拢还未，你安尼无法度人所大概讲就对啦，嘿，哦，因为你讲我嘛讲吼，应该差不多一平有3万以上啊，他旁边会有实价登录啦。啊，估价是会参考旁边实价登录的资料去评估这个土地的价格。好，好，我今日先安尼，我等恁的消息甲恁说明。哦，啊来，即摆咱过来，有咱是干部叫上面哩，我伫干部委员会，所以我尽量以干部的即个地方发展扩展为主啦，吼。啊来，即摆就是讲到即、這个地方，我有一个六区，我遐有六个选里啊，做以前咧选区啦，选代表啊，做阮即个后壁厝区啦，吼。六区差不多有3万几人，2万票啦吼，甲阮后壁出8万几票，8000几票，啊挂九轮啊，三轮里啊，得了14000票，14000票啦，拢总好2万几票啦吼，啊有3万几个人口啦吼，啊嘛真闹热啦，但是呢，这个所在到目前并无公园啦，人口非常的密集啦吼，我顶次有来提起，这个公园地差不多大约征收啊建设头有8000万啦吼，啊这个小公园在临时路口附近的人口非常密集啦吼，啊我请问一下恁。局长，你看，这公园是不是我你处理的？是。啊，你看这件进行了哪？老议员所建议应该是后壁厝迄个所在。对。后壁厝迄个所在，后壁厝的人口事实是有哪袂少对。我顶次有哪有市长伫现场，市长我有甲迄落市长甲这件吼，哪有甲市长讨论过？啊，市长看安怎，等下甲你说明一下。啊，来，这件了，搁一个吼，德阳路，我头说哦，德阳路就是阮家门口条是德阳路吼，伫德阳路。39巷，就将咱要开的27号道，套27号道，一直来到德阳路的棚坑，大约差不多102米的左右。规条路差不多一公里的长度，全部拢征收了啊！剩这百二米无征收，啊，这百二米目前估计起来差不多连3000几万加征收费，啊，所以甲做起来，差不多大约连我连4000万哦。啊，你看，一直进行了到。目前到底啊？这个案目前要因为经费的关系啦，吼，所以目前是要无变脸吼。无，阮伫1806年度的时候，阮嘛判这财管加伊这个这个效益，来做评估啦，吼，评估。因为这条路吼，就是讲德塘路24米的隔壁，那么台南市要来到金德乃至要去东西向的，拢要经过这个路头。所以呢，早时啊，伫遐呢，可能两台车啦，要小心的是，变乌多麦就真危险。因为即摆若要剩7米，爱做得到或者10米啦，10米了后，可能乌多麦就较无危险。所以每啦，你上班的时间7点外啊，小客乌多麦就变后险象环生的对啦吼。以上啊，伫遮甲你迄落遮吼啊，请坐下，先甲你讲安尼吼。啊，即摆来咱再来讲这个，伫沙仑探位5角有一条5角路哦，啊目前呢。可能较早计划要来开，但到目前还未开。伫咧关庙5角里，还有一条5角路要通去沙仑。啊，目前这条进行到什么程度，还会当开未？想局长，你敢袂当借机会，甲你说明一下吼？大概老议员在讲的，可能是讲迄个对高铁特定区吼，啊，经过交代到这个5角，吼，啊，遮这个部分吼，头前这节是已经开好啊，吼，向这个营建署争取经费的吼，啊，做到。永和七线吼，大概南市永和七线，就是迄个归仁的迄个纳古台啊。啊，真无做的，就是对这永和七线吼，到五角这站，哦，不过这站经费嘛真济啦吼。我后即阮继续过来争取啦，争取这个营建署看会当，伊也是生活国计划内底吼，会当阁争取看伊我当拨经费继续。感谢。时间，请坐。除了咱市政府干部局报起努力以外，咱市长的拍拼以外，我想讲咱顶有5位吼，啊。咱本区有一个王庭，我再三来声明讲吼，尽量我会邀请伊
来参与来推动，互伊有表现发展的机会。啊，如果若较上大呢，我去邀请其他别区的立委作为共同。我想市长对这个案非常熟悉，啊嘛真重视啦吼。啊，要局长请坐。啊，以上我想阁留五分钟时间。市长，你看遮侪案件，目前进行到遮，可能拢爱慢慢一步一步配合中央来执行。啊，即摆咱的总统，咱的总统就是咱家己的咧做主的，就亲像讲，你报讲地方要用一件行过，报五单报袂过，昨昏报煞报去惊讲市长去讲一礼拜，咱出来问讲答应伊一项请来甲伊做，哦，是毋是市长？你看即次呢，透过咱有咱执政，哦，啊，市长是咱全台湾表现第一名的市长，会使讲足骨力、足认真、足打拼，而且足坚持哦，坚持民主的价值，对着社会、对着民主，哦，对着政治的坚持，不是政治家，应该是讲一个地方哦，上过去的民主的英雄哦，迄款的精神就对啦。所以我嘛非常钦佩吧，我甲你嘛是有同款的这个心境啊。所以二十多年来，我拢以此安尼来。家己自勉就对啦。我想借这机会，市长，你看是不是讲你爱做机会，共共阮这下电影的里面来说明一下，啊，表示关心一下。好，以上。好，真钦佩刘俊雄议员吼，无论是伫议会专家问政，也是伫地方认真服务、争取建设吼，啊，尤其是对市政的支持吼，我伫这甲你说多谢。那刘议员其实关心的不只是人德吼。包括贵人，包括官庙，包括娘家，哦，你所争取的、所关心的，其范围其实真阔。那时间的关系呢，我就特别先针对人德吼，甲你做一个简单的报告吼。比如人德，咱的转运站总经费就差不多第一亿啦，吼，咱103年度开始编列。那第二呢，就是人德区水利建设的总经费，100年到105年。咱拢共用32亿1525万，当然这其中吼啊，有哪有中央甲咱帮忙？这包括吼污水下水道系统相关的经费、水资源回收中心相关的经费、三明溪相关的经费、水质净化厂相关的经费、抽水站相关的经费等等，吼加起来32亿。那么第三呢，总共针对吼人德。啊，重要的这个工业区、保安工业区，伊的这个经费，那么用3235万。啊，所以现主席仁德的啊，工业区的这个淹水嘛，大大改善。另外呢，咱伫仁德区100年到105年新辟道路工程，拢共有7240万。啊，拄啊，你所关心的这个路平专案有5134万。啊，另外呢，针对这个第四公墓，哦，啊，咱嘛咧清刷。啊，拢共有差不多有6700万左右，啊，啊，过来，咱即摆目前交通局要来做这个自行车租赁系统，总经费嘛1400万，哦，啊，所以咱啊一直咧推动这个建设。那他拄啊，你所关心的即个道路吼，啊，尤其是较重要迄个啊27号道路连线的开辟，即摆咱好不容易吼，啊，经费嘛争取到，哦，啊，咱会真紧。听书吼，会来缩短。啊，另外你所关心的这个公园啊，吼，我感觉这台湾吼多年来政策的这个偏差啦，所以只要被划作公共设施保留地，不论是公园也好，也是学校用地也好，市场用地也好，等等，其实政府吼，包括中央，包括地方，拢无力共征收开辟，啊，对于这个人民的权利影响真大。所以呢，伫个监察院吼提出一个政策，就是讲，如果你无法度通共征收的话，啊那安尼你也共变更啦，用中位方式共变更，啊，比如讲咱现主席伫个这个监察院的要求下面，那么针对台南市的新经学校用地啊，加这个市场用地做整盘的检讨，啊要做这个中位工课，啊当然中位唔是100%的这个土地拢。拢归市民啦吼，因为你农地也好，其他用地也好，变做学校用地，变做主体区，变做商业区，你爱交35%至45%，有当时啊50%的土地，先予地方政府，吼，这是法律的规定啦吼。啊，但虽然讲是安尼，公园一直拢无法度通变更，哦，公园因为内政部都议会拢无愿意予公园变更，
因为因人类公园真重要。啊，但是老议员安尼争取吼，所以我伫遐只提一个意见啦，吼，看老议员看安怎想法。就是讲，你若变更做主体区也好，商业区也好，你嘛是爱交爬所好，当然是政府嘛。那安尼是毋是吼？比如讲，伊愿意50%，市民人愿意讲好，啊无因为即摆市价已经给足悬啊嘛。伊愿意要提50%，等于50%给台南市政府，啊无咱就甲征收安尼好无？啊来开票讲，你等于甲地主讲看卖。好，那是市长讲这点，那是其中的一个办法啦。因为若要甲你讲，后壁厝乃至附近，可能还有几落家，有三四地，包括停车场设备的公园，一并来处理。那是目前，那占了这地，我是讲那征收是较紧，啊，但是为了配合伊这件代志，咱完成顺利，咱爱家己处理。若要等待政府来征收，可能才经费出大问题。所以今日市长提出这个案呢，我当然将会要求，等下会迄落来邀请到这相关的这个地主，啊来参详这个工课，啊请咱都发局，吼、哦，都发局来处理嘛吼，啊来参详看要咱来配合偌济，是不是能得顺利来完成？以上这件就是到位，啊请继续。是，这点我甲老议员话，甲地主拍摄啦吼，回去咧。因为咱伊所需要开辟公园真济，啊，台南市的财政有限啦，嘛无能力吼，啊，所有的公园拢开辟，啊，为了要赶紧啦吼，那阵讲，这个地主认为讲吼应该爱变更，啊，无时间愈拖，地价愈悬，地方政府是愈无能力，谈好帮忙，哦，啊，但是你要讲要变更。内政部多委会嘛拢袂过，哦啊，倒不如甲动作已经变更安尼啦，哦，动作已经变更，啊，我市价甲你买安尼就对啦，哦，动作变更个主题区，哦，啊，你的这个土地一部分，动作变更的天数，要交法定的补偿回馈金，哦，回馈比例给台南市政府，啊，村呢，你的土地差不多一半左右，市政府用现金甲你买。我想看安尼看法多无？以上接触一案哦，可能就安尼处理啊。但是关系，拄拄我讲的这块公道路，我较细地这块差不多可能一两分尔，这块吼，可能迫在眉睫啦。因为这么大片拢无半块公啦，是毋是这块有要先处理？安尼好无？那老友啊，那较细地啦吼，经验是介大啊。啊，我因为每一年拢会检讨嘛，要变明年预算的时阵，我会检讨嘛。啊，我会甲吼，包括里长、包括议员的机会反映的，我做一个综合性的判断，好不好？好，啊，但是是不是讲这种经费，咱中央会当来补助，免得全部咱市政府来出？伊无法度，因为这不是属于中央补助的范围。啊，立委去争取，袂当就对啦。啊，因为伊无这个科目啊，无这个项目，伊无。这项目哦。嘿。啊，那呢，这家己无处理，这个摆十单嘛摆去，这是十二当前，我做议员，讲我今嘛也拢无叮当啦。是啊，因为拢是因为财政啦，吼、哦，过去官府的财政无好嘛，啊，香港所更加无好，吼、哦，啊，即摆官司合并了后，因为咱要开辟的公园其实是足侪，嘿，哦啊，所以嘛无法度讲吼，一时以后把所有的公园拢开辟，这点请老议员来了解。是，安尼感谢，市长你辛苦，请坐。感谢市长哦，我一向真认同你讲吼，市长你讲话那是一诺千金嘛。讲话算话，从来毋捌假话啦吼。对着代志也非常的负责任啦吼，免假话啦。民意代表毋是甲发声，爱讲话爱实在，爱讲话要有执行力，要有法度人负责。准则做袂到嘛，爱甲人买回甲，互人满意清楚。毋是在遐讲交烧钱交啥物，讲微博讲微博波，啊，讲微博交烧钱交啥物，可能是吼，拢配合袂来，配合袂来，甲你交烧钱啥物。但是我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讲吼，咱这个公墓的迁移啦吼。因为关庙遐这个路头入口的公墓吼，有爱沾光啦，啊，讲要迁移已经讲出久啊，但是到目前上迁移部分尔，啊，我请问一下局长，在你的计划之内，差不多偌久，还是你任内，吼，咱对咱市长搁三冬，搁两冬，我任内你看，遐会当完全那个迁都公园化，会当完成未？甲议员说明，议员即讲的是迄、那个。啊，关庙国中边啊遐嘛，对吧？遐咱已经啊，陆续已经啊，要入口的所在，我相信即摆过应该是拢看无啊啦。而且嘛，已经去做绿化，吼、哦。啊，咱即摆对公墓的清刷的部分，其实是南关刷啊，包括关庙以外，其实咱
一个年度，咱嘛会推动一林地区的部分的清算吼。咱一旧年有提出一个完整吼，适当的啊公墓清算的这个计划吼啊，所以咱会逐步，因为咱正要面临啊，规个台南市372个这个公墓区内底啊，咱拢有评估啊，对一个所在。啊，来形成煞吼，啊，什么优先的顺序，咱拢有做一个完整的这个评估啦。好，感谢哦。啊，希望进度有一个明确性啦吼。啊，佮有是我一点看过就是讲吼，而且也表示代表南关线吼，阮的官庙、咱的官庙、有其他官庙啦吼，娘家乃至新化啦吼，对市长以及咱市政府拢个叫表示肯定，佮佮你鼓励啦吼，因为这个官庙转运站，伫前礼拜正式。哦，啊，来完成成立落成，那么隔壁边啊，咱的这个农业局也来推动农产品哦，啊，这个一挂地方上特殊的，包括这往来所以及德顺关庙面往来哦的推广，我相信这对南关山对我的地方来讲，乃至到新化附近应该有真大的卖点，希望农业局会当继续。来加强推动，因为伊即卖要成立了后呢，我有听迄个来表工课人咧讲，伊讲已经干啦设备已经开几落百万落去啊，啊，但要做尔有点冒险，所以呢，可能爱只准成功，也袂使失败就对啦，这非常重要哦。以上伫遮，大家感谢哦。我先讲到安尼，啊，今日吼，我想我后还佫有其他要事，啊嘛要互大家小准备后一个工课，所以伫遮做一段落。感谢市长所率领全体各局处长，以及咱的主席，以及咱秘书长、议会同仁，以及咱所有新闻处遮的媒体记者，而且感来感谢，谢谢。谢谢，我们谢谢刘正昌议员哈。那我们现在休息到10:30。